苏伟达最棒，带的蛮扎实，在右半边放上这个球，右外野手目送 全垒打 home run。 就是教练给我们的机会，就是好好把握这样子。然后虽然上半季下到二军，就是有自己好好的就是思考一下，很多地方很多不足的地方，然后都请教很多教练这样子，让自己更进步这样子。然后等到有机会上来，就是表现给教练看，就是帮助球队赢球这样子。 伟达一上来企图心是蛮强的嘛，那跟一开始的感觉，那种积极度又不一样了。对，当然是他有把握住那一次的疫苗的调度嘛。一军就是这样子，再有给机会的时候，你就是大胆的去表现了，有咬到就是你的。上去，反正我已经准备好了嘛，没有在怕的，就是上去表现就对了。对。 还是打在了二垒的正前方，吴东华稳稳的送上一垒。投手教练有去询问他，那他觉得他是还可以再丢，本来是要换小黑啦，对啊，那他既然有那个想要丢的斗志，那就再上去了。目前看起来，他应该是终止算。 目前看起来，他应该是终止算数一数二的投手嘛。那当然可以明年续留在我们中心，当然是一个蛮安心的一个定心丸吧。对啊。直球进来被林哲勋带到了中右外方向，陈子豪就定位接杀出局。连续两天比赛，李正昌都守住了胜利的大门。